还差角角锁链角。我看你就有看有没有那个啦，幸运稿。没幸运稿的话，就直接挖了。我剑石也放在里面好了。好哦，树妖哦，你剑石很多。你会从你的剑石会弹来弹去。这个箱子太乱了，受不了。伤害剑士，我就两种就好。烟梯会想要吗？我也蛮多的在里面。哎，我的，孟娜也在炸啦！哦，我们如果有神秘商人头颅，就可以来去换钻石或金头了。哎，我的头，所以我的头是好事哦，可以留着。你的头留着，让我。你可以放香香，可以放香香。哎，有西瓜，西瓜，你们两个来补血。站在西瓜上补吗？站在西瓜上可以补。啊，嗯，你补完就要走，他不然他会消耗。啊，一起站，一起消耗，他不会。哦，还有会变快，哦，还有会变快哦，好。那没事。那我们，哎，我吓死了！哇塞，哇！原来他会叫哦。哎，你们的钻石都放进来了吧？我们看看有几个。我还有两个钻石矿，可是就差没有幸运。头颅在这里。我身上是有一个幸运一的书啦，可是他要做铁簪，铁簪的铁就好多。我又抽到巧克力箱了。头颅拿过去，那就是看我们有没有办法招出那个，啊，商人，啊，神秘商人，就你放的。我想说，把它丢掉，不然先按到右键把它盖出来。不行，我要把它挖掉，太吵了。七十，目前有十个钻，十钻，我抽到哦，十抽。石钻的话做冒冒角角，我也放在你的箱子，有一个丝绸钻稿。好喂，怎么了？等一下，是他们，有轮，有隐形轮，不可能。没有事件吧？对啊，没事件。有内鬼，有内鬼。哇！我刚刚被烧一下。这里有人。这，哎，对，那个孟娜，赶快趁现在来西瓜这里，趁西瓜还有。然后装备，孟娜，你还有铁吗？快，赶快！爸爸，你去补。好，跟你讲，他等一下应该会往你西瓜那里走。他砍掉西瓜，掉了，狐狸。哦，那你还有铁做衣服跟帽子吗？我只有。哎，小心，要不要干脆待水里？怎么办？我们要怎么看到他？但是没有办法，我现在在水里，我看一下。很坏，很皮。恶作剧时间。对，他们也抽到恶作剧时间。孟娜小心哦，他有可能直接去打你。下面有沉思，要小心哦。有发光剑子，也不需要发光剑子，只要射到一下他身上就有剑子。我来了，他在课班那边，那边。他在我的岛上，不是我的岛那边。我只要一上岸，他就会。他等一下会不会搭这个船走？我先把船打掉。哎，刚他放 TNT。然后就消失，只要射到一箭，那就有箭矢。哦，还有八分钟。他在这里，他在这里，他在这边。他在这边。哎，你后面小心哦，有这城市。小心。啊！他刚在这边附近，我看到有泡泡。嗯，我刚刚有看到，我有射，可是没中。我们地板。可以丢一些垃圾。哎，
哎、欸，他刚在我附近。我看到他在这边，在我这边，在我这边。我看到就在客班那边。好像游走，好像游走一点了。嗯，他有。没有没有，哎、欸，他在我的岛那边。有我看到泡泡了。好，我们就只能等这个。好。每次泡泡。嗯。不要过来了，城市。走开。等等等等，哎、欸。小城区，小心哦。我看到了，他上岸了，他上岸了。哎哎，同退上岸，哎，快叫啊！对对对对对，干嘛？不会，他在你的岛上，没关系没关系。哎呀，西瓜我三片，你们西瓜几片？没有回复的。等一下捡我的头。你手主手，哎，对对，不死图腾，可不可以？箱子之前不死图腾你有拿吗？有，我有拿。哎，他在你后面。我引用哎、欸，我收到他了，还有剑士。哎呀，哎，你一直追他。谁呀、啊？哎，哎，你逼，碎啦，音乐。太神啦，真的已经太神啦。他太贪了，他想把你给剁了。哦。哦，吓死！哦，你血超残血，忘记都紧张到都忘了有头盔伤害。奴金铁，好会哦！我看一下他有没有回血物资。有，我有两颗金苹果。我西瓜现在有五片，你们呢？有任何的西瓜吗？没有，刚刚好像我刚刚是身上是满的。我有，我捡到，我身上有八片。哎、欸，那我放箱子五片，你就直接坐在中间。OK。然后孟娜箱子有铁，你全套铁装。好。我头我给你啊，头我给你。我就把那个钻石都直接挖了。好，圆圆那边好像有钻石，我去捡一下。这么厉害？东西都浮起来了吗？它还有空投哎、欸。因为我们自己这边在安全区外。对，等一下再来跑。上面那个是不准的吗？它有红的话应该就准。哎、欸，柯白，我们需要那个远古就是遇水装的那个工具台。哦，好。看一下，需要铁锭有吗？箱子我刚放了蛮多铁。OK， 来。我放在这边，这个黑色的。好，输哟。我看一下这边，明月刚才好像有掉东西。玉髓嘛嘛。Okay. 哇塞，竟然可以生出玉髓，然后这边有钻石，我捡一下明月的钻石。居然还有钻石。太棒了！你后面有城师，我打一下。我们这个无敌了吧？ Okay. 我们附近还有那个好多的河，那个海豚。喂、啊，你那个两位种出西瓜要补满血啊？好，我想说，那你先补一些比较少。都补都可以补。好。欸、要缩圈咯、啊欸、这都不要了。拿个附魔酷酷，哦，是迅捷。铁钻石，钻石还有几颗？你那边？我这边有两颗啊，箱子里。我这边只有一颗。三颗？你看你三颗要干嘛？你可以做个斧头之类的。那三颗给你哦。我跟你讲，我先去探附近。嗯。十四。我这边还可以做一颗金苹果。啊，对，剩下黄金感觉都拿去做金苹果了。我有两颗啊，你们可以做。我在箱子里再放三个黄金哦。克白，我这边分两颗给你，在箱子。
哦，谢谢。我去看看可不可以找到敌人。好。哦，他们那个那个啦，有在冰上，冰上。冰。对，我那边有盖一个红红的木头，就顺着那里走就是圈。然后他们在冰上，在本岛上哈。对，然后他们都带着我的头。啊，剑石有那个，中。我们西瓜回收吗？回收，回收，回收。好。剑石有简易伤害，所以不好射哦，但我还是中。哎，狙击。然后我需要一个盾。盾的话，箱子里面有盾的话，箱子里面有。看一下，好像盾盾盾。他的大的那个箱子。做一个，我没有看到哦。我跟你讲，我空降过去，空降丢毒，毒到自己。哇，太你先回来踩啊！我们要走了，我们要走了。对，你们要走，你们要走。我想说，我只是先来探探路。哎，爆炸，爆炸！哎、欸！啊，那个，我好像那什么反甲，不小心看到那只下雨。我不小心看到那个什么安德。好、嗯啊，小心小心哦！蒙娜，快点来！蚂蚁要倒了，蚂蚁倒！没事，我可以随时翘刺走。我还带着鞘刺。我们现在还在海边，因为有安德在顺来顺去。啊、哦。然后岸上有窟窿哦。啊、哦。哇塞，我们有点上不去。我们换个地方好了，这边有窟窿。这边圈是停了啦，圈是停。弯弯。哇，一个打所有。我有留给你们。不用留。我留给你们。我留那个诺音给你们。剑士也只剩一发了。我有看到你。嗯，往这边，你看那个蓝色亮亮的有没有？好，快点！看到了。哈哈。他还射到自己人。呜呼！哦，你们上了是不是？你们要上了，孟娜上了，孟娜上了，孟娜上啊！等一下啊、哦，我先刻一下。跑不跑啊？土寺庙，跑什么跑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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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我喝错了。哇！没事，阿喵一定倒，阿喵一定倒。诺影在我这边呢。哇，他们都穿着。阿喵一定倒，阿喵一定倒。他穿着烂脚脚，柯白上你可以的，柯白，柯白加油！带着你的头哎、欸，辨识不佳。什么辨识不佳？我带自己的头，他带我的头，那一定是敌人。快点，柯白上，我推你。哦。打我还是在推我？你看，这个时候打他睡。等一下，巧克力是。哎、欸，我怎么拿到这烂斧头？什么时候的？有陷阱！你什么时候偷把这个斧头给我了？难道巧克力是？上去。啊！哎、欸，我忽然间发现，我队友给我烂斧头。你打赢，打到最后才知道。对，那是双五哎，烂东西。双五拿到手，那个力量。那个我明明都把它放到箱子里，然后我从箱子随便拿一个铁斧，怎么就是这个了？有，那铁斧放到箱子里，我是小唐。孟娜是不是你放的？不是，真的不是我，他本来就在那里的。而且很好笑，一开始那时候，边境会推东西哦。什么东西？为什么东西会被边界推着走啊？没有啊，不会啊。哎、欸，有啊。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边界会推、啊，会推一点。哦，刚好在冰上。哎、欸，超好笑！一开始前十分钟隐形，我就想说奇怪了，
我的箱子后面怎么忽然间打开来，我想说不对，这一定有问题，然后看很久，然后刚好十分钟他就在旁边现形然后我一直追他，我身上刚好有那个恶作剧时间，我就隐形追我想说哦，到找到队友了，后面没人了，好没事，安心的。到陆地上的时候，啪！